运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你造的业就叫因，因，因为这个因就受用，受用你所造的这个因。你造的什么因，一定感的什么果。你造的是变化度的因，那你就生到变化果度。看你业报所感的。是随业而生，这里互相交叉的啊，凡圣同居的，凡圣同居的，什么样业最好呢？做个人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慈心不杀，受持三业。来进一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勤修礼拜，这是个行者。这就叫敬业，敬业。讷业呢，大家都懂得了，都懂得了。有些是有形的讷业，有些是无形的讷业。所以你感到土，受用土的因。如果初地以上菩萨。他修净土愿，修清净土，发这愿就是庄严佛道，初地到七地吧，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的功力是不退的了，行不退了，他有净土，有他净土分，这是通于因缘的，通于因缘的。那他那国度就是七宝所成的，来看他的愿力，看你自己怎么发的愿，念动皆变，一起念就把这个时候变了，即是时分呢，时分变了，国度也变了，住居条件也变了，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，住了十年，或者在这个山里头住十年，或者这一生在山里住，山中无比丘，寺上无王侯，山里没有修道者了，世间上也变了。国度也变了，那是在山东修道是为了这个吗？是因为修不成的多，还回到世间想世间佛，这句话是这样一个含义，这样含义。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所住的国度。他能把一些大海变成的牛奶，变成乳酪，变大地为黄金，眼都变成镜了。那现在我们出发心的时候，刚作业的时候，刚是皈依佛的时候，
还没有这个力量啊，没有这个力量。一个是出发意，一个是到成就了。说一成一切成啊，所以佛他能转变世界的原因就这个样子，他成就了。但是他转变了，众生并没转变啊。在他看着一切都是清净的，对，他知道众生的因缘不同，随众生的因缘，随众生自己的业受吧。知道世界的成就是众生的业力，佛的净土成就是佛的愿恨力修道力。懂得这个因缘就行了。你所处的环境所受的一报是自己做的，但是这里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每位道友都有这么一个经历，时而好，时而又坏，是你的善恶业非常交杂，不是纯善，也不是纯恶。特别我们现在佛弟子，佛弟子，你这一生，像从生下来到你死，好像是变化很大。时而很富有啊，房子住得很好啊，特别做大生意的，但时而生意赔钱了，垮下来了，房地产都赔进去了啊，要住小一点吧。包括还有下一代的业，现在我们出家的道友们，他是随你心所转变的。人家看着我们东方的肉你没吃到，不敢吃，怕造业；东方的享受你不敢去，什么连过往观听啊、八关斋戒，连听一听，现在你不听也不想。你想守这个戒啊，把这个，你把耳朵堵上。不是过往光听，你要在街上坐汽车到哪儿去，坐飞机他要放啊。你说我不听，你不听，人家要听啊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改变啊。这叫业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飞机啊、轮船、火车我都不坐，我就在山里头住了，那谁也改变不了你。那你就改变环境，我就是主观力改变客观的现实，这得靠力量啊！什么力量？你得有定力啊！我想在五寿山普寿寺坐着一辈子，愿力是发了。如果能完成这个愿力，一直住到死，死在五寿山，我说你就成就了。你成就了，但是你业力不遵循你，你的业力啊，业的力量牵引你，不遵循你，业不自主，你还做不了主。如果你能做主的话，做了你的业主了，这是普贤菩萨说的，还得加佛的威力呀。你的修行皈依三宝之后，除了你自己的力量，还有佛法僧的力量，这个你一定要懂。为什么要天天皈依三宝？早晚的皈什么？就假三宝的力量转变你个人的业力。为什么说人在福中不知福？每个人都入世，对，没有成道之前，
没有断八十八死的贱货，还不说私货了，八十八死贱货你没断之前你转不动的了，断了这八十八死的这个贱货，断了八十一品的私货，能转动一部分，深入的转动不动，这叫什么？被业力所牵。当你要找到修到阿罗汉果了，能转动一部分了，起码再不顺生死流来流，断欲了，断了欲了，不顺生死流，入圣人流，就转凡成圣，就解脱了，解脱的不究竟，解脱了一半，烦恼习气还没断，种子还没断。所以那些菩萨修恒愿海的时候，来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，不是我叫众生怎么做怎么做，办不到的了，你得随顺众生心，他的欲望。为什么佛有那么多法门呢？这个众生不是那个众生，他不愿听你这一套，你再给他说佛的那一套，他能进入，不是普遍易发的。所以在毗卢遮那佛，在他无所不严禁的，因为说佛的境界不思议啊，因为那是他的神力，他的智慧力。但是菩萨呢就降了一点，他也是随众生所欲，众生的心呢变化无常，佛的神力大呀，是众生业力大呀，这两个是较量的了。佛天天时时到处都在度众生，但是众生界如何呀？众生界不会进的啦。因此佛在经过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，为什么？总有事可干，总有一批众生等着他在度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呢。说菩萨随顺佛，他得修行一些诸愿海，他得随着众生心所欲的。比如佛所说的无边刹海、毗卢遮那，都把它严禁了。那世尊的境界是不思议的了，他智慧神通力入世。菩萨呢？菩萨他所修的诸愿海，他是随着众生心所欲的了。众生的心呐，变化无常，广大无边。十方国度都有菩萨在度众生，遍十方的度众生。菩萨取于一切智，勤修种种自在力，无量愿海普出山，广大刹土皆成就啊。就是说菩萨他自受用他的字，一切字自受的因所感的果，感到菩萨初成佛的时候，从他初成佛到未来，未来未来未来还有未来，未来还有到未来际，没有边际的了。咱们说佛入涅槃了，证得般若的真空义，达到实相，清净了。从理上说无生可度，没有佛道可成，从思上说可不是这样的了。